挪威警方发言人克拉比称，警方将集中精力搞清楚未来是否还会有新的危险。杀人狂徒布雷维克此前曾声称，自己同反穆斯林移民的团体有着广泛联系，但是挪威警方以及外界对是否存在这一组织，其言论是否有夸张之嫌，仍存有疑问。克拉比透露，下一次听证会仍将是闭门进行，从而避免布雷维克通过暗号的方式向可能存在的同伙传递信息。截至目前为止，警方仅在袭击案发后第二天对布雷维克进行了一次长达7个小时的审讯。此外，挪威警方今天还宣布，在于特岛搜寻枪击案失踪人员的工作已经结束，枪击案中丧生的人数最终确定为68人，但相关的证据收集和取证工作仍将继续进行。